现在去泰国旅游都是免签，相比之前更方便了。中国边检的服务也很棒。今天是中国和泰国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生效的第一天，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专项勤务保障方案，科学配置警力，安排专人加强与航空公司、联检单位的沟通协调，做好出入境航班旅客信息的提前研判，动态调整查验通道，优化现场分流引导，全力保障口岸高效顺畅通关，为深化中泰两国友好交往、互利合作贡献移民管理力量。